哦，当他唱的真的是不知羞耻啊 ，shameless disgrace。你看现在美国已经这个染疫新冠病毒肺炎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万了，占全球的1/3了，死也死了差不多近6万人。川普还在胡说八道，信口雌黄，到处吹牛，还在跟各州的这个州长呛，对不对？还在认为自己是个 dictator 国王。你妈的，美国人死了他妈就像瘟疫一样，他还要别人去赶，赶你妈个头，赶你顶你个肺，很尬惨。川普全家死光，那是美国人最喜欢看到的。现在美国的肉联厂都变成停尸房了，对不对？一天死3-4千人，他还好意思在这吹牛？哇，真的是人类的悲哀，就是当他创普啊和这个菜菜子，这两个要是从地球上消失了，那冠状病毒自然就消失了，顶你个肺，很尬惨，去死了。